现在我们开始组装这台设备的料斗。组装料斗的同时，我们一定要取掉吊带，吊好吊在料斗的正中心，以保证料斗吊起来很平稳，不晃动，很平稳。防止料斗砸下来，我们要离料斗远一点。我们现在点动航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装螺丝。我们料斗装好以后，那我们要把这个线给它接上。正常出厂以前，我们设备已经是调试好的，这个电机的正反转、喂料的正反转我们都接好的。料斗装完了以后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快换插头直接插到下面的插座上面就好了。那现在我们开始插这个强制喂料。这个防空插头的话，一样有个标志，有个开槽，开槽是在这个插头的最上面，我们只要直接对准上面的开槽就好了，然后把螺丝拧紧。这样我们就是把这个安装完成。下面我们再来装一个搅拌喂料的电机，也是同样的，这边有个开口，开口朝上，开口朝上插进去之后，把螺丝拧紧，这一步骤就完成了。那现在我们安装完成。